吉隆坡静思堂活动空间，雪隆慈济志工忙着排练，为即将在星期六举办的马印实业家交流学习营准备。如何把大家挤在一起，做一个同样的一个动作和一个方向了。所以药师经本身，是我们是要把药师佛的那个菩萨精神传达出来，然后也要让所有出席的会众知道，要解决众生的烦恼其实是有方法的，就是药师经的十二大愿。这一次的营队是马来西亚和印尼首次跨国实业家一起交流分享，志工把握机会参与经藏演绎，看到那些师兄师姐在台上鼓队也好，群星颂也好，那种震撼，那一种色心的场面呢，心里是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就一直想要找这一个机会，所以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。参与演绎的志工有实业家夫妻档，也有老中青三代。彩排过程虽然累，大家却各有所获。当我们演绎这个鼓的时候，打的时候，我们会回想起原来我们要怎样做啊，以便我们可以付出更多，以便我们的坏习惯啊要改掉啊。马印实业家交流学习营已经超过400人报名参加，志工拿出100%诚意迎接两国来宾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